福利士，快啊！哎，来了来了！以我的技术，只要换掉这根电线，修好的几率就能提高到99.7%。哇！哎，奇怪，这是电压异常，但怎么可能呢？什么味道？好像有东西烧焦了。完了！烤鸡烧焦了，姐姐特别叫我看着的。我回来了。梦梦，欢迎回家。我好想你啊，姐姐。啊，你们哪根筋不对？疼疼疼！疼啊疼！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没有，没有啊。你们今天怪怪的。没有，没有。好疼！你们，你们完蛋了！队长来信息了。海城，便携联盟，就在刚才，整个平行市都出现了电压异常现象。现在市区信号灯全部不亮，交通一片混乱。我们推测。电压异常现象应该跟虫族脱离不了关系，我们需要紧急支援。收到，我们马上出动。姐姐，不好意思，只能晚一点再骂了。逃过了。虫王大人，今天的任务为什么交给狂甲那个傻大个儿？看来狂甲已经开始行动了。人类的交通工具这么原始，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我试一试不就知道了。交通灯怎么全坏了？人类的交通工具还挺好玩嘛。那是鬼营在开车，我是不是眼花了？神机手、霹雳炮，你们负责拦下鬼营。收到。长兵，跟我去追踪虫兽。游戏时间到喽。霹雳炮，我们动作快。动作快，把能量带回给虫王大人。是虫兽在吸取卫星数据接收站的能量，才导致市里电压异常。又是变形联盟，阻止他们。太好了，总算能活动活动筋骨了。嘿呀，嘿啊，呵嘿，哇啊，我呀，哼，我赐予你虫王无上的力量，消灭他们。变形联盟，聚合变形！强袭普利士！风暴长臂，
虫兽很弱呀，真没意思。详细不离世，我们快点解决他们收工吧。好嘞。这虫兽这么巨大，战力却这么弱，这也太奇怪了。我来看看它是什么虫兽。啊，这不好了！普利士，长臂，你们当心呐！这是蚁灵兽，蚁灵的幼虫有土牛的别称，它们生活在地下，会用泥土建造自己的巢穴，甚至会挖掘捕食的陷阱。我猜它很可能会采取土攻。土攻？蚁灵兽，现在反击的时候到了！哇，这土墙哪儿冒出来的？蚁灵兽果然有操控泥土的能力。应该已经摆脱变形联盟了吧？别想抓到我！你给我让开！以我神机手的力气，挡下你的几率高达99.9%！变形联盟，下次再陪你们玩。呀，这讨厌的破墙，我要把你砸碎。对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极速大剑。重锤，嘿嘿嘿，想脱身没这么容易。什么？他们挣脱了？哈，有时候蛮力还是挺有用的。哈哈，那就让我来把这家伙砸扁吧。攻击，给我攻击！是时候给这玩泥巴的大虫一点颜色瞧瞧了。哼，正有此意，变形联盟聚合变形。强的虫兽回来的，大王，我们真的不能主动出击吗？不要再提了，我相信夜光。夜光大人的实力是强大的，可我还是觉得够了。以
怀疑我的决定？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去协助框架做事吧，谁再敢擅自出击，我一定饶不了他。你夜光骑在我头上也就算了，大王竟然让我帮那家伙做事，不让他犯点错，大王眼里哪还有我？哎，可惜大王不许我们擅自出击，我在虫巢里真够憋屈的，我的实力不够你强，那没得说，以你的战斗力却还要躲在这儿，够难受的。你真有眼光，以我的实力对付变形联盟绰绰有余。我就说嘛，成族的复兴还得靠哥们儿。怎么你怕了？嗨，我怕什么，你等着瞧。嘿反正防护罩一时半刻不会出问题，用这个充能装置来维护防护罩太浪费了。12637，这里是68239的二次方千焦，在这里。神经手，你看。说了多少次，不要这样冲撞进来大声说话，能不能先打声招呼啊？你差点吓死我了。你也不用这么大反应吧？情况紧急，你看看。这是什么情况？刚才突然拦截到一个微弱的信号，是一种奇怪的能量波动。那里是一个无人区，估计没有人类的设施在那里工作。难道你认为这信号跟虫巢有关系？我也不敢肯定，你要密切检测信号源的变化。放心了，包在我身上。对了，海城去哪里了？今早普利士和霹雳炮带海城小子去昆虫博物馆找馆长拿昆虫研究报告了，他回来你又有的忙喽。我刚才的记录到哪儿去了？我的数据呀、啊！哇，馆长竟然有这么多资料。对呀、啊、这里是之前出现的虫兽研究资料，还有对比昆虫特性的资料。看来神机手一个月都不用休息了。不过他对待这些数据的东西却是乐在其中。135，哇，馆长你太厉害了，这些资料对我们将来对抗虫族会有很大帮助，太感谢你了。哈哈，举手之劳，只要对环境保护有帮助的我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完成，但更重要的还是你们前线的努力。谢谢馆长，我下次一定要来参加研究工作。欢迎欢迎，你们路上小心。前面有状况。你们没事吧？没事。我找到你们了。我还以为是谁，原来是手下败将。不要轻敌，这家伙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们逃不了了。口出狂言。又是谁呀？神机手，神机手，我们在路上遇到虫族的袭击。竟然主动找上门了，你们坚持住，我们马上支援。长臂，我们出发。随时准备好。
你们人还没到齐，要不等一下？对付你，我们两个已经足够了。聚光炮！哎，这几枪还有点像样。哎，来克！想偷袭太慢了。哎，看，捉到你了！放手！恭喜你打到我了，可是没用。是烈风暴长臂和超能神击手。烈风暴长臂，超能神击手。看样子我们来的还不算晚，大家没事吧？你们迟一点到就可以做甲虫标本了。哼，还在那里嘴硬，现在你们人总算齐了，我可以尽情的舒展一些筋骨了。那是什么？看来是想求饶送礼了，我可不是这一套。相信不离世，我们速战速决。好吧，聚合变形。自量力，让你们看看真正的速度与力量的结合体。哎，不对劲，大家小心！巨能霹雳炮，我们快合体吧。嗯。神增幅器太强大了，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力量与速度。这家伙好像比以前强大了不少，无论是速度、力量还是防御能力都很恐怖。可能是刚才那个爆炸的装置大幅提升了他的实力。哼，无论他变得多强，最终还是要败在我们手上。烈风暴长臂，不要轻敌，刚才已经很危险了。超越斗神说的对，咱们不能莽撞冒险。烈风暴长臂，你的速度快，先破坏他的防御，我和超越斗神找机会夹击。好，交给我。